广电末日大四五秒为海报主题，穿着不同行业的服装，在华山艺文广场草皮上跳闪电舞。有学姐学长姐在做电影的，然后我们学长嘛，就是李安嘛，哈哈哈哈，也有应届毕业生在新一代设计展上发表心血结晶。世新同学，这是 HiMark 你好，开启入围动画。